multi 咧。講個零啊！買 A type 啦，你個幾多？我上次 stand up plan 得兩毫釐。你冇講你係 multi 一定係 single 嘅喎。有冇低啊？可能你買個整咩？整咩落地？零波啊！萬幾蚊咯！哇，咁犀利啊！係啊，咁值錢啊！但係靚嘛，啲效果。呢度係邊度啊？呢度銀洲湖啊！係喎，我哋搭咗船嚟邊度啊？新會樂啊！係喎，你記得同呢個錄影帶配音。咁呢個咧，呢個係邊個啊？大特寫先。你明我阿哥就冇分咯。咁呢個咧？一個咪你個哥哥咯，食哥哥咯。呢個咧？呢個唔識啊？唔記得嘅。想叔啊嘛。想叔啊。放大佢先。咦？呢個咧？呢個咪爸爸咯。係喎。今天是幾多號啊？蚊今日元旦1月1日，是喎，1999年啊，好嘢喎，999換舊屋仔，喂，你有廁所未啊？阿官啊，係啊，係放鬆，放鬆啊，哎呀，放鬆啊，真係掛樓，邊度有金掛樓啊？又影個大頭，大頭紋。係咪好抌過嚟？我手，哎呀，俾人抌落水啊！好驚啊！好彩有三姑嚟救。抌咗佢落水。我哋屋企有魚塘。
而家錄緊你。我哋兩個喺。係咯。咁啊，放喺電視度又得，又係咁。哦。好靚啊！啲顏色好靚。好就真啊！都係我哋嗰時買，哇！一部咁見到佢嘅。黃新祥喺中華咩啊？系啊，影到啫。六张啊，六张啊。啊，阿仔。呢度叫咩地方啊？你又唔知道？啊，翻去我哋嗰个画廊嗰个啊。喂咩？食食唔错啊，攞唔错啊。喂，你个帽遮住啦。正啊！开心。喂喂。乜事？光天炮啊，危险啊！啲成日俾人睇你牙齒嘅咩？都冇錯事啊！啊，啲人得意嘅咧，有隻兔仔，咦？謝曬啦！哇！中間嗰個做咩啊？唔靚啊嘛，同佢哋有講過啊，咁得啊，咁就花光啊。綜合樓啊，綜合樓，學生，你又係幾 high，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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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幾
好快啊！一起都起，你起幾層啊？六層咧？六層啊嘛？係啊，幾多米啫？六層啊？嗯，我唔得嘅。咁我咪話你嗱，你順順咧一路開幕，一我等咗四百幾啊？四百幾萬添啊？唔係啊，呢度四百幾萬。四百幾萬呢度？大家有先至多人，有佢即係佢未畢業已經有人嚟請啦。都係嗰個煙嗰啲事，佢請啲勞動局嗰啲，係啊，喺廠嗰啲勞動局嗰啲煙台佢。上傳咗幾個機學位又咪我啊？係依樣咪叫我哋請。你阿爺嚟噶？太公，我爺好早死咗啦。喺香港嘅，六幾年過身。唔係佢阿姨。呢個係我太公啊。太公。啊。阿基阿爺。係啊係啊，佢個阿爺。唔係你阿爺，佢阿爺。你阿姨住阿基死啊！咁樣其實兩三個月啦，我覺得就唔係咁好睇啫，圍住都唔見間屋咯。係啊，好局促喎，局促疏咧咁樣。出邊唔靚，又冇風，又冇風景，又冇風，窗都睇唔到。一次上啊！呢啲唔知我分啲嘢啊！
啲係毛主席嘅字咧。冇呢個喎。啲係毛主席嘅字啊！啲警察嘅。成個喺廣州啊，陳家祠咁啊。呢度硬係舊時啲，唔知邊個祠堂嚟㗎嘛？係啊，呢啲梗係祠堂啦。家祠都冇咁大啊！佢上面啲公仔都冇咗好多咯，要等收咯。嗰时跳龙跳凤嘅嗰阵，喺度。
府嚟啊！嗰度咯，你呢样咁贵？Thank you.
影啊點啊？咁咪就幾影就幾咯。好，唔該曬。
惠民路通车庆典活动现在开始。一齐集，二奏乐。影到佢啲人剪彩啊！嚇！管理區譚少賢書記講話，大家鼓掌歡迎。誒，嗰個係老師係嘛？尊敬嘅前年家族上級領導、黨委嘉賓張春豪，今天係上凌惠民路落成剪彩嘅大喜日子。一个上凌人来家已经大家姓数，首先让我代表上凌乡的全体观众、全体村民，将来参加六城选区的自然家族上级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咁都得嘅，應該就在嗰度有乜問題啊？冇問題啊！應該就在嗰度都冇問題啊！同志們，自然家族一天來熱愛家鄉，自信未來，慷慨解囊，艱辛同埋支持家鄉嘅，將呢數嘅咁捐贈咗800多萬元。听见了上凌树林修上凌东修正路上凌少康中路环春路领教会生站和上凌自由市场等他工程今年又见见了40万元听见了共校中学教授宿舍大楼前中自主唐风险之声又见见了30万元听见上凌市年小学教书宿舍大楼，对我乡的当日数据每日发展，每年我乡学组有50人考上中军大学，今年已有30几人考上中军大学。如今市年中之山唐李基先生仍然想坚持咗绘本。今次就由惠民路，惠民路村头1100米，两面500米，另治疗两条，村长1000米，两面2500米，惠民路的建成，以周年庆典家环村路建成之体，从而推我向交通道路，从道之海水泥道路更大化。惠民路的建成。切不解決到我哋嘅鄉村中心路交通不便嘅問題，一係切不解決到我鄉嘅環境衞生、中運差嘅不良嘅執着，從而推動到我哋嘅鄉嘅地化環境，營造呢個衞生經濟、交通方便嘅文明鄉村。今日配合鄉里作福祝福，我哋铭记一生。在此，我再次代表上凌乡嘅全体观众、全体村民，对前年家属含泪嘅牺牲及其家属表示衷心嘅感谢。今后，我哋喺上级。保护的领导下，在市民家族的支持下，我们共同携手合作，继往海来，励精图治，决心把我们乡村道路管理好，把乡村的环境卫生搞好，
会长上林以及新会被国旗之家人民拥戴，最后祝市民家族上级领导人士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依家有请双水镇梁远球站长讲话，掌声欢迎。尊敬的上林市民家族，尊敬的林基先生同系，各位嘉宾，各位领导，乡亲朋友们，新年好！今天我哋上林管理区海旗飘扬，嘉宾云集，充满祥和热闹嘅气氛，依系上林管理区惠民路建功典礼嘅喜庆日子。首先，让我代表上水镇里政府同全镇人民对惠民路建功典礼表示热烈嘅祝贺。在前来参加庆典活动嘅各位嘉宾、领导、乡亲朋友，致以热烈嘅欢迎同埋衷心嘅感谢。惠民路的前身是一条泥沙路，路弯、路急、路不平路，它从掌头到大田横穿八个管理区、八个生产队，是一条中心交通要道。因此多年来群众迫切要求路线这条水泥路盼望已久，管理区也为此作出规划和整改的工作，但由於資金可行，未能如願。呢次上林前家族嘅林明基先生為咗改善家鄉嘅交通狀況，慷慨解囊，集資30多万元就建咗呢條中心大道，到設成一條主幹道，長1100米，寬度5米，支路長1000米，寬度2米，兩旁再造。化土事故不折平衡的惠民路，实现了上林村民多年来的愿望。对于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上林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上林市民家族早已慈善为怀，行善积德，多年来为繁荣高里造福农民，无论商道、交通、学校教育，亦或是医疗卫生、民众食水，亦将家乡中医事业不遗余力，先后建资赚得800多万元，建树良多，公空七业，一人有口制兵，乡人十分敬佩同埋重要。借此机会，让我再次代表上水镇委镇府同全镇人民对市民家族致以最真诚的感谢。今后希望上林管理区认真搞好道路的绿化同交通管理，把惠民路建设得更加漂亮。为此来感谢我和林永基先生的殷殷故乡情怀。最后祝愿市民家族兴旺发达，祝愿林永基先生及其家人新年快乐，兔年更上一层楼，祝愿各位嘉宾、领导、乡亲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胜意，多谢。长王长成同志就位，有请谭永基先生就位，有请新会市侨务办主任许锦全同志就位，有请新会市教育局局长钟长庚同志就位，有请双水镇镇委书记夏华禄同志就位，
有请关超明先生受惠。有请谭永明先生受惠。有请王迪景先生受惠。受获。老会你啊。应该记得下下。那你别老干。
應該即係我哋嗰個可能係太即係唔係現前，可能換落幾個仔咁講明事。係啊。邊條位置啊？應該到邊邊後？邊後位置？喂，等於兆康路嗰度仲唔得啊？嗰個你哪吒？嗰個哪？
听日又有份啦。一艇咸东顺三十位。Hello。好好好好好那个呢？回头山庄我包不定的好，包出罗汉能够停下山的车，唔好叫唔叫钱。我刚才爬个山是怕你的。啊？我市长请请我嘛，你点点那个先啊？啊？哦，赶紧过来，有点点。这工程大家要快点忙，开光开人。经过啊？我要开光啊！阿晒翻啲嘅。哦。你叫我来。
兩樣佢都話先啦，我兩樣啦，我想搞嘅。包喺前面嘅，上千歲我睇。哦，咁嗰啲係咪國際沙龍啊？咁咪行咯，係咯，啊，或者要喺自己屋企個。啊，形式，影緊㗎啦，而家。係啊，哦，彩色，可以可以。呢個特別鏡頭又靚啲咧，係咪啊？一咁熟，哎！真可證即是話，你可以可證實成呢個即是，即達到可真負嘅境界。香苦食咯，真苦食咯，係咯。老去飲糖水水乜嘢？又走啦！食飯啦，打啲半啦。我不要我講嘢啊！好。
来了，上啊！龙的出来了，发现了。你要来赢啊！奇怪。新送嚟噶嘛？繁殖工小家，即係好似一個小家庭咁啲，即係小嚟呢度嘅職，即係教職員嘅。哇！反做得好啊，大家好合作，大家好合作，逼手交啊，交到啲學生。
Thank you.
拉下啲床。